危险高山行过尽，莫嫌此路有重重。若见兰桂渐渐发，长蛇反转变成龙。要是把你留在这里，让琪琪错过好机会怎么办？你外面的门没关，所以我自己就进来了。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吗？都整理的差不多了，谢谢。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要搬走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一切恢复平静。听说他们都不希望你搬到那么远，就连玛莎和她妹妹也愿意把房子租给你和绮丽。你不要担心，我没有接受，我一定会搬到台南的。你越是这么说，我越让我觉得自己是坏人。可是我从头到尾我没有要求你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啊。不要这么想，是因为台南有我的亲戚，所以我才……你不要再解释了，我不是你的债主，我也不是来讨债的。你不要误会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有些人距离很远，可是心却很近；可是有些人距离很近，心却很远。明明是最熟悉的两个人，却变得这么陌生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。我跟陶志国现在就是这样的关系。对不起，我相信只要我搬走，我现在跟你的距离应该也是这么远吧。我们以前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彼此互相信任，就因为外面那些闲言闲语，我们不再信任彼此，所以距离根本不重要。就算是你搬走，问题还是存在。我跟唐志国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躲唐志国，你根本不必搬走。因为我们之间的心结，应该从我开始解开。这些年，我在医院看过那么多生离死别、生老病死，我才发现。很多事情真的是勉强不来的。当年都怪我太疑心了，让我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最好的姐妹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过去的那些事情我应该让他过去，文秀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这么多年，我到底做了些什么，让我们之间只剩下谢谢和对不起？是啊，这么多年，有些话说了好多次，有些话
也不知道说了到底重不重要。现在只有谢谢跟对不起，这能代表我的心情。是啊，时间真的能模糊一切，一眨眼20年就过去了。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？我想这里也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吧。是啊，这一次要搬回自己真正的故乡，却一点也想不起故乡的模样，难道是因为陌生而感到害怕？那就不要搬啊。如果你认为这里还有你的好朋友的话，文少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摆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，我终于说出口。我大概是年纪大了，最近我老想起过去那些事情，我也好怀念以前那些老朋友。我大概昨天值一晚上夜班，我好累。那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煮伤久哦，啊，互伊包下咧。哎，啊，我串好，迄鸡肉是放倒去哈。啊，我来找。哦，好。啊，较细腻啦。啊，迄个鸡肉要倒倒去也是波斯啊。波斯啦，小华吼爱食迄鸡肉是波斯的啦。啊，记起来，婆婆对我真好。阿姨，不好意思啦，哦，我看这里好像我帮不上忙，那我就先回店里好了。什么先回店里？啊，你拄才来啊，娘嘞！啊，你没有帮忙煮，要帮忙吃啊！再等一下啊，啊，拜完以后就可以吃饭了。要老婆吼，那一大桌的菜怎么办？而且啊，你那么久没有吃到我煮的菜了，啊？对啊，林安利，你不是一直讲我妈煮的东西超好吃的，这一次就让你吃个够。孙子。没办法，你煮的就超好吃的哦。林安利，你先到店面等啊，我相信我妈很快就煮好了。哎呀，人都比较热闹，麦克奇哦。我真的工作要做了，所以我就不留下来。那我先回去，不打扰你们了哈，拜拜。哎呀啊！啊，进来哎，啊，我是安利安利，我巴肚就疼啊。应该去厕所吗？来来来，哎呦，阿姨你还好吧？来来来，喝个水。还好哈。安妮，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不可以骗我。想说吼，哎呀，啊，如果你不弃嫌的话吼，
其实我们家陈小华还不错啊。啊，你愿不愿意考虑一下，当他的女朋友，当我的媳妇？是我还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些年那些梦。